好，陪妈妈过母亲节，还有一个选择呢，就是陪她看电视。东森每周电视热门的节目《金头脑》，明白妈妈爱全家人的心，特别找来五对家庭组的选手挑战最高1000美元奖金。到底哪一位妈妈组能够最终胜出呢？马上带您抢签为快。金头脑欢庆母亲节，五大妈咪组来挑战，母子档、母女档、婆婆妈妈都有之外，第一关呼叫王养生健康首选，许氏珍珠生理盒，还比谁是最精打细算的妈妈，加上多一项限时闪购商品，让妈妈更开心。花旗参又称西洋参或巴参，是由人耕种植、遮阴细心栽培而成，而且需要处女地来种植，森林4到5年。生面平滑，补而不燥，不上火，是预防保健里病治疗的补品。按摩好礼外，持续闪购大优惠，赛普特32寸 LED 高清电视，包含 DVD， 市场价249美元，东森特惠价再低多少钱，就看主持人果冻如何帮观众谋福利。可不可以啦？120块钱就让电视机前面的观众还有其他的朋友带回家呢 ，Lancy。价格大考验后，晋级智慧王单元，四大出题大来宾：许志明律师、许氏深夜集团副总裁威廉林、金鹰假期副总经理威尼徐，以及 VSC 世慧林负责人卡琳娜。四大专家把关下，看谁是聪明妈妈。请问你，青春发育期的女孩应该常吃下列何种食物，才可以增加碘的摄入？强调母亲节看金头脑，从限量商品、生活智慧到全家娱乐，统统都赚到。金头脑母亲节精彩节目，5月7日周六首播，欢迎观众锁定东森与超市频道。中文新闻魏宽用智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。